来看高雄的消息，移民署破一个南台湾上大的外形整形、外籍整形的秘医，这是一个越南籍姓潘的新移民，伊伫高雄小港开一间美容店，私底下替人伫整形，这包括挂钉、唇眉整形等等拢总有，佮利用面册直播伊手术的过程，成一个共享的。高雄市专勤队经过三个月调查，搜证、收网、抓人，查到相关的这个移民整形证物有千几件，上下面是有一个外籍的，敢若有一工都替人做手术，挂手套、贴舌头、给人客做肉洞、提机器、清皮肤膜、毛在咧给人客美容喙齿，这应该也伫咧合格医美诊所做。啊，煞红抓到是伫咧一间做指甲、目睫毛的美容店头内底做。这里是玻尿酸，还没用完的，还没用的，用一半，用一半的。有那个针筒。冰箱内底无用完的玻尿酸、砂糖、手术刀片、麻绳剂，含真侪种仪器都拢有，含专案小组嘛拢感觉真坎坷。一个越南一个太太无医疗证照，煞拢伫咧工作医疗整形行为。查扣高达59项，近1132件医美整形相关证物，破获南台湾最大外籍整形秘密案。潘小姐伫咧小港机场附近开做整改美容店，用人民找直播移美手术的过程，用真价介绍，请真侪港乡的小姐含义工来做。经营项目包括一摆2000到4000的镭射清毛，20000块著名的肉毒杆菌，一摆6000到10000的喙齿美容，20000到30000幼面的皮，够10000块和嘴唇变肉感的玻尿酸手术，40000到60000和平时变色，含目睭皮挂钉唇。全部拢拍骨折，想让起来做。我不知道有问过来，可是没有问到整形。主嫌佮人生理好个变过，找孙仔来做。孙仔讲学操作喙齿美容仪器一工，地当佮人客服务，两个人拢无医术资格，煞伫咧做医疗行为。因告完了后，予伊违反医术法，移送地检侦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Thank you.